兄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就来学习数学。数学知识像浩瀚的大海一样学之不尽，而且非常有趣。比如说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零，这十个数字呀是好兄弟。零是小弟弟，但是却神通广大，它可以让前面的九位哥哥变大十倍，也可以让前面九位哥哥变得跟他一样什么也没有，很有趣吧？那就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跟着我们一起坐上智力数学大篷车，好好学习数学知识，看看哪一位小朋友能成为我们的数学小博士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上第一课。